你承认吗？你不敢，哎，就你要压我的。大三环的时候，没觉得你骨头，又肯定还有头板子呢。把那头板子拿肚子疼。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公平合理的答复？选举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把我审查下来，我去问了一下原因，他们说那是保密的，不能告诉你。你聊我想聊的没景象，不是？在就是在招人接时间。谁有做好事啊？做的好事啊，成为傻瓜了，是吧？大伙儿都看着你傻。我开始回来做第一步采访了，还来。这哪个人家住着两万多对你住啊，这我也说了你要出了我也是这个到了十月二十六俺的也就是我能找到的只有这个村子我回顾到下午去临终前的两三天，小王说已经没有棺材，那就是我跟我母亲度过到最后的十二天时间。忘记了他的地主家庭，忘记了他四川老家，忘记了，所以让他感到屈辱不已。正六十。朝鲜就几号人，那个人一到这都是拿起我就炸了。